来了。来了，你看我们怎么样去跟未来的女朋友，未来的女朋友怎么样呢？就是要写作文给她听。哎，有个叫做抄你妈妈的笔记本，不要乱讲，就是把妈妈的笔记本起来抄哎，不要乱讲。来了，准备哦，等一下，对哦，我等一下一开始都会抽了，然后你说要等那个 B 大哥也认识到我嘛，好，可以，好，那个准备了。那个我要说了，我说大家可以开手，等一下还没开。然后摄影师那个，哎。